中秋节是韩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但今年中秋祭祖可能要比去年多花一些钱了。根据南韩物价协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四人家庭今年的祭祀费用在传统市场最少要花超过28万韩元，约6700元台币，大型超市需要40万韩元以上，约9600台币。这是因为水果和蔬菜类价格比去年中秋节上涨了近9.1%。한국농수산식품유통공사가조사한주요성수품가격을봤더니배추는한포기에6,455원으로1년전보다 11.9%, 평년보다 13% 높은것으로나타났습니다南韩政府为了减轻民众负担，计划将旺季商品供应增加到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并加大折扣支援。주무부처인농림축산식품부는우선배추와사과등대표적인추석성수품14가지품목을평시공급량의 1.6배 수준인153,000톤을공급하겠다고밝혔습니다또전통시장과대형마트등12,000곳에서는농축산물할인지원사업도추진할방침입니다接近中秋节，南韩气候不再炎热多雨，预估中秋旺季商品的供需也将稳定下来。苹果和梨等人气水果礼品出货量将在中秋节前集中供应。首尔市内60个传统市场同步举行最多7折优惠活动。추석을앞두고식품외식업체에서가격인상이이어져먹거리물가부담이확대될거란우려가나왔습니다不只是水果蔬菜涨价，南韩食品大厂包括不倒翁和 CJD 制糖也宣布在中秋节前上调产品价格。其他像是肯德基等速食业和星巴克部分饮料价格也上涨了。就在一片掌声之中，却有饼干零食业者逆势推出打折促销活动。소비자들의가격부담을덜어드리기위해서지난10년동안가격인상을하지않은제품들도추가적인할인행사를준비하였습니다요새물가가너무비싸서장보다너무겁이나는데저희아이가과일과자를좋아해가지고오늘장보다나왔더니할인행사를해서굉장히많이도움이되는것같아요其中部分厂商去年就曾经跟随政府呼吁降价，下调产品价格。饼干业者表示，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共同参与稳定物价，渴望带动其他食品业者响应。네요즘외식하기가부담스러울만큼물가가많이올랐습니다이런고물가시대속에서저렴한먹거리로가성비를따지는소비자들이눈에띄게늘었는데요来到首尔这一间大型超市熟食区，预先做好了炸鸡，吸引许多消费者。这一盒炸鸡卖6480韩元，折合约155台币，比连锁炸鸡品牌一份动辄超过20,000韩元的炸鸡便宜太多了。超市炸鸡上市以来，销售额和去年同比增加了约70%。6,000원대가성비치킨에대한수요가높아지고있습니다매일준비되어있는물량이모두완판되고있습니다另一家超市也正推出100元台币左右的熟食产品，寿司、意大利面等料理均一价，减少容量，降低价格，让外食族轻松购入。高物价让民众减少外出用餐，连锁超市用低价熟食策略抓住消费者的心。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